别看未央现在闹的盔甲战队都不要他，当初他可是炙手可热的全国大赛 FMVP 打野， AG 才拥有他时把他当宝贝一样供着。许多 AG 粉丝都认为未央能够把 AG 从泥潭中拉出来。最开始那半年未央的确不负众望，屡屡在队伍劣势的时候站出来就是，但是那个时候 AG 其他的四个位置却打得一塌糊涂，白白消耗了未央的巅峰期。去年春季赛未央状态肉眼可见的下滑，自知在 AG 无出路的未央选择转会到 MTG 渴望迎来新生，结果向他迎面扑来的却是死亡。前段时间外界就有未央回 AG 的瓜，不过后面迟迟没有应验。其实我们对这事兴致不大，因为未央回 AG 只能当个吉祥物，做其他的事。说实话 AG 吉祥物这么多，未央还真的排不上号。九成也是 MTG 不要的选手，如今无比赛可打的九成也很有可能回 AG， 不过回 AG 只能当吉祥物。据外界传九成还不想退役，他还有一颗继续奋斗的心，所以九成可能会休息一个赛季调整状态后再寻找队伍。不过如果九成回到 AG 了，那么就说明他放弃了继续打下去的想法。 DYG 第一轮结束后选择换帅，教练还是几年没有执教 KPL 的望月草，当时很多人都对 DYG 唱衰，结果他们却在首场比赛中零分了 Hero， 同时望月草的 BP 也碾压了蜜蜂花。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后， WE 管理层也忍不住了，选择临阵换帅。不过接替玄开主教练工作的人却不是瑶瑶和刘多余这两个副教练，而是助教小新，这让我们挺意外的。不知道小新教练能不能在第二轮拯救 WE 这支还没起飞就要坠落的银河战舰。